公主。不是公主吗？那个。哦，对，那个是。我忘记牌子 ，M I 什么，好像那很怪的。明星。好球！上不上？赶快说好球！拍着呢，赶快说好球！本来就好球嘛。哎呦，对，如果说打偏了我就说一下。好球一般我都不说。这好球啊，这好球，也就十米，升级了。你这样侮辱胡明啊，是不是拍照一拍的那个紧张了？最远的一个，三个人就是三个人当中最远的一个。你要踢吗？比那个谁还远，比金明还远。金明远他妈骂我吗？我操！金明远，说明远是骂你吗？比我远的话，这就表现最好一次，证明你是。发现那个是不是跟 Drive 差不多啊？那个谁的话，金米我还是移过来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肯定打不了，我都220的这个，220的这个，别笑啊！哇，再打一个吧！太高了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啥呀？红杆到了，红杆过了，红杆就算。红球仔真的是红球仔。这起码有个180吧，200不到吗？180，偏离中心180。这种层次，我就是其实怕打炮的，你说不愿打炮，我其实很傻。这能过50码吗？这个高可能有180，真的到红球的，真他妈的吃不了。还不如免得再打一次。哎，这真的到红球的，高度有180了，高度180，远度只有80。这不是他妈的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看着职业的了。你说为啥踢那么高吗？
哇哦，这个也太远了，这是一杆入洞了，我靠！这个球，这个，哎，你的屁，你的屁往后的，哇塞！哇，这个杆打得好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我把我笑的，这个，我再把它剪掉，这就不能剪，哎呦我操，腰都笑疼。这个我拿走，现在拿走。刚好到红杆，对，正好红杆掉下来，标准的啊，这个飞上了，这可以找得着，终于打到一下，对，估计是你今年练成了，我以后这个跟你们不是一个级别，这 driver 这是今年最好的一家 driver， 对，这杆打得很好，这都会连起来，这是达到的，确定。担心啊，别往，我可是这个样子啊。你担心啊，就是说你注意后面有人啊。我在搞的是，Oh my god！ 感觉风声哦，想起。掉了几根树叶，别惹我笑了啊！